刘青。啊。喂，爸妈啊。我们在这挺好的。没有，就是这儿环境好嘛，我们就想多待几天。啊，别别别，你们别过来了吧就。喂，哎，爸妈，是我。这儿山好水好，都挺好的。我们俩来这就等于是，蜜月旅行。之前我跟婉清部一直没有蜜月旅行嘛。那这么着，明年的时候我们带您一块来，到时候我给你们当向导。哎，好嘞好嘞，那爸妈你们保重身体啊。好嘞好嘞，妈呀，还是你有办法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是在猜穆老师是不是该上课了。小朋友们，走了，上课了。去了。